装上钻石。阿弥陀佛，我们的钻石卖到了草屯去了，点缀在这个神明上面。客人付款差不多两分钟而已，非常的迅速。我们公司这十几年来，陆陆续续都有很多寺庙方面的接洽，以前大多都是用一些有色珠宝，因为他们要五行嘛。这次比较特别，他要钻石，大家可以看一下。西方三色，就是装钻，那还好，放光，没有困难。那这观世音菩萨呢，我们就装好这个三色。这个是大势至菩萨，三十个钻石，真钻石，因为我们供佛就用最真的。师父，这个是红珊瑚，也是真的，都是供养的，就是珍珠嘛。三宝佛都特别用心。这次只是暂时放在这边拍摄，这不是在供桌的哈。是爸爸周先生。爸爸没空陪你耍废，生命都快没了，还管他这是多贵？强到不行，快给我水喝 ！My God， 迪克萨克派对上我的车 ，Bad bitch on the bed， 他是他妈妈是我的 fans，I'm the man，no money the bad but like make it rain。姐姐妹妹想要 dance， 他妈妈牵起我的 hand， 台北 diamond 爸爸 come back， 头上跟我爸都 dance fast。钻石爸爸 ，call 你妈妈 ，fuck tonight，or die tomorrow。钻石爸爸。找你阿妈送货到家，现金不能刷卡。钻石爸爸，